下一个可能会好。午夜教室大人案写的开始，写的场环，看尽了人性的丑恶，没有人能全身而退。四小时的杀人过程，捕落的尽是人性的悲哀。凶手猫捉老鼠的玩弄被害人，只是变态的犯罪心理。令我寒心彻骨的，却是旁观杀人好戏的社会大众。你家里那一桌子一样在当货，收拾了几件衣件，收到了房开始逃亡。第二天从放上回去，没人死。妈妈，你给讲。又发现流浪到台北。哎。饥寒交迫，一路上偷了不少的车，正好遇上警察林杰，终于被警方抓到擒来。